數嘅。其實你話佔領中環唔係癱瘓中環，咁但係其實我一開始以為你係想製造個核彈啊嘛，咁你唔係應該要癱瘓中環先至可以製造核彈？第二就係、你同你嘅即係戰友啦、主要牧師等等，其實喺基督教堂裏面去發表宣言，咁會唔會其實會排拒咗其他唔係基督教嘅即係人去參與咧？因為如果我係信佛教嘅，咁其實我感受唔到你嗰種感召喎。咁會唔會其實你轉換你嘅即係主軸，然後吸引更加多嘅人？另外我想同即係外港之星同外港講，其實即係今日明明你哋話嚟討論。同埋你哋又話三點就要坐低聽，點解你哋遵守你哋嘅承諾咧？即係我覺得係好騷擾咯。頭先高達威先生不斷話我哋要揾食，人係有更多嘅價值追求，即係唔係就揾食嘅？即係例如我會想有公義嘅社會，因為冇公義嘅社會啦。教堂亦都只係表達咗一種超越性嘅意思嘅啫，其他嘅宗教嘅人士、普通嘅人士，只要認同我哋嘅理念咧，都會係非常之歡迎嘅。咁至於你話癱瘓中環嗰度咧，就我諗真正能夠去產生一個足夠嘅政治能量咧，都唔係喺中環嗰度嘅，而係假設係真係我哋被拉嘅時候咧，普羅嘅市民會點樣去回應？會唔會採取一啲其他嘅不合作運動咧？咁先至能夠產生到最大嘅效力嘅。咁所以就中環，然後再擴散開，先至係真正嗰個嘅力量嘅顯示啦。我想回應翻頭先黃師傅嘅問題。第一，我講香港人要揾食，唔係話全部一定淨係揾食就唔理其他嘢，但係呢係一個基本嘅需要。我係基督徒，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，所以我一早都清楚嘅。但係如果你連生存嘅環境都冇，你仲講乜嘢公義？講乜嘢？你做唔到，你都死咗啦！你去犧牲啦，係咪先？所以，我只不過係提出一個基本要求，基本要求達到，我哋當然更加要求更高嘅層次、更高嘅理想。呢個係我哋講嘅第二樣嘢。我哋愛港之星嘅朋友，我哋做緊嘅嘢正正就係公義，正正就係我哋希望香港人能夠團結，唔好咁多分化。我哋真真正正去睇翻下自己，睇翻下我哋嘅社會而家係搞成咩樣。我哋應該冷靜客觀坐低喺度傾下，我哋下一步點講？既然中央有咁樣嘅機會俾香港人去普選，我哋要諗下，我哋係點樣去迎合政治？永遠唔係一定你贏曬或者我輸曬，政治係妥協嘅。呢、這個妥協過程裏面有討價還價，但係有啲基本嘅原則，我哋一定要跟從。所以咧，大家要諗清楚，我哋唔行公義嘅人，我哋相信佢必會暴敗。一個沒有佔領的佔中行動，即簡單一點，就是剛剛你那個行動只是要去即引來一些驅暴，那是不是說其實我們不需要用佔領中環這個行動
行動，我哋用第二啲人嚟拘捕嘅行動已經可以做到呢個效果。第二個就係即係阿陳雲啊大師，即係其實即係啱啱聽你發言一開始咧，俾我感覺咧就係你成日咧都覺得呢啲行動唔夠激啦。咁你有冇啲實際嘅行動或者實際嘅意見係你會唔會都有帶招嚟咧？即係阿大師，即係你會唔會覺得其實有啲實際嘅行動，你係可以建議到俾大家，係令到呢個行動更加激進化、更加有效？第三就係咧，阿基督徒，即係阿係咪最後就係咧，愛港嘅朋友咧，即係你話我哋會愛港之星係啦，我哋會尊重啦。如果我哋連一人一票去表達我哋自己意見嘅呢個權利都冇，我哋點樣如何互相尊重咧？三個多謝你，主席。好，你講完。好快回應個問題咧，就點解要揀佔領中環呢？咁我諗除咗係撲拉之外咧，其實都係有一種嘅表示，我哋對於單純嘅所謂中環價值咧係有個不同嘅，即係個中環價值係一種單純講緊大眾經濟金融呢一樣嘢。其實我哋希望能夠係發出個信息，就係話我哋係對於單純嘅中環價值係反對，希望能夠俾市民去反思呢個社會公義嘅問題。咁所以點解揀中環咧？